大家好，自从君子兰养殖基地的一位老板告诉我一个技巧之后呢，我养护的君子兰年年都没有出现过烂根，而且呢每年长势都非常的好。那么这个技巧是什么呢？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因为君子兰的高发期一般是在每年的5月份、6月份之后，气温比较高的时候，因为气温变高，土壤中的一些病菌细菌快速的繁衍，所以就导致容易出现烂根，尤其是我们平时给它施肥浇水过度。那么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只需要给它每个月使用一次这种二米磷就可以了。因为这种二米磷它是属于一种土壤杀菌剂，同时呢它又可以促进植物长新根，让植物的根系长得更加的强壮。我们只需要准备好500毫升的精水，以后在里面滴上15滴左右就可以了，将它搅拌均匀，一个月给我们的君子兰浇灌一次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完全避免在夏季高温这段时间引起君子兰烂根的问题。还有呢，就是进入到5月份之后，我们就要适当的给君子兰控一下水，不要给它土壤太过于潮湿，也不要给它干得太久，尤其是不能积水，积水是非常严重的。所以说用了这位老板的方法之后呢，我养护了君子兰年年都没有出现烂根过，所以希望呢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好了，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